你的后生哦，主管哦，要早日去龙华来啦。我若是把全部股份都给你，你就会帮我爸走。你也有报应啊！你因为身体的原因哦，决定要提早退休啦。我伫你轮椅顶悬哦，从米露起啊，咱若趁一届，把伊来金面包弄落开。以后规个吴山集团拢是咱的啊！即摆恁笑到外欢喜，以后就外凄惨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多一个妖兽囡仔，甲铁锹打哈，敢用球甲我砍了？无唔对，就是碰饼。咱将是安尼对待你，辜负你的真心。你即马就搞我死咧哦！你给我站！你放手！伊款人连我嘛想要甲手斩。你到底是谁？朱月平那个有熟识？他这是什么情形啊？他哪会甲一个查某讲甲嘴笑目笑？到底来何伊家？敢想讲我后生啊？三立台湾台天道。我一定要替阿公打算，伫案件查出真相证据，安尼才当保护阿公。木改收为一子，我落雨，等吴依林去出手，用拘留接受调查，咱就有时间，甲股份拢提到手，买五山集团拢是咱的。有啊，有诈骗集团控制，因逼我做车手。但是边仔迄台货车顶面的人，甲你威胁。你若是有影要斗三工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跟我斗三工，我来你边仔做。太细啦！啊，拄只就有一只蜜蜂直接飞来飞去。我阿公想要用这個球哦，把这蜜蜂赶走，所以这球才无说是把你牵着的。你即马就搞死你哦！我来搞起，你搞起。我伫你轮椅顶悬哦，从米露起啊，因就会靠说你无人照顾，伫面头前哦，耀武扬威，咱就趁一届，把因的金面包弄落开，做呈堂证供。哎呀，规个吴山集团拢是咱的啊！今摆恁笑到外欢喜，以后就外凄惨。夫人。总裁是去病院看伊老朋友陈长胜。大伯的不是讲常年是来病院看朋友的，啊哪会甲一个查某是咧开讲哈？佮讲到嘴笑目笑，这尔欢喜着？咱将是安尼对待你，辜负你的真心，连我嘛想要甲手斩，凭什么得着这尔好的风水，这尔好的福报？是迄个我小路去拄伫土家做条面头前的查甫人，到底是谁？